哦，今仔有够热。老弟，我一杯椰子汁啦。先生，歹势，椰子汁今仔拄好卖完啊。啊，你有换别项无？好啊，这边是要吃。好好，来，无问题吼。阿雷哦，我嘛是过吃啦。你稍等下，一个来吼。来啦，我坐。好。啊，少年嘞，你有换了无啊？无啦，歹势歹势。少年嘞，阿伯。你搁提一杯啊，我来搁请啊，歹势啊，谢谢谢谢，歹势啊，歹势啊。拄好讲你要买西瓜汁啊！我拄好是毋是要去上班啦？啊啊啊！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先生啊！完了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完了，先生，先生啊！啊，你惊醒啦！啊，先生，啊，先生。我甲你个法话吼，吹较弯呢，安尼就袂凊彩翘。大概互你说到吼，虽然形拢差不多，啊，我真少看，我看到迄微微啊变化，你是有够厉害哩。你有满意就好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我当然嘛满意，我想哦，满意就嘛就满意。伊看到嘞，伊就讲，哎呦，啊，这神路是啥物事？啊，对啦，啊，林安哪袂过来？哎呦，其实应该要交安尼，我一定要介绍你两个认识。我想我去练就好。哎，你真厉害。好啊，嗯。好喝啊，快点啊。凤小姐，哎，等我哦。我，哎，嗯，来啊。哎，谢谢。喂，啊，志明哦，你无法度搞食，为什么啊？哈，你在病院哦？什么无代志？无代志，哪会得病啊？啊，你倒位受伤，到要紧哈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你听我妈妈讲啦。啊，我着去个吼，我敢若是去买迄个西瓜汁啦，啊，尾啊着昏倒啊，正起来着咧病院啊，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我也记袂起来啊。啊，你有倒位无爽快无哈？无啦，只小可头光光尔。头光哦。头光安尼最严重的呢，是毋是你昏倒的时阵哦，去磕着啥物，所以即摆脑震荡是安怎？无哪会头光哈？无啦无啦，我见的吼，无弄着啥物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安尼好啦，你哦带病医等我，我即摆坐客车去找你吼。谢谢了，凤姐，啊你行是安怎啊？讲啥物昏倒，即摆在病院啦，我即摆过过去，啊有介绍介绍你先生吼。好。啊，我的皮包。凤姐啦。我只好你啊，唔免啦，你进去啦。好啦，谢谢你哦，人够好个啦。去朋友无代志。什么？叫地上滚起来？啊，你就要放弃啊？我感觉阁会当变看下卖啊。拜托一个啦，阁会使卖关门。我知影拢是我唔对啦，我愿意主动减薪，让公司度过这关啦。哼，干你迄点点啊薪水！有减跟无减，我有啥物差别？妈，虽然经过这么侪代志，啊，不过大家对这拢有感情。卡输真正几点啊？进前所做一切拢白了工，我无想要放弃啦。你来放心啦，唔是要甲店关起来，就是暂时停止营业一个月啦。而且这一个月，大家嘛唔是无代志做。
我用飞燕公司的名义，给恁顶上员工一个月薪水买来，来回馈哦社会大众。回馈？是要怎回馈？是啊，咱顶上的名声已经臭毛毛啊，啊，无人客买来啊，是啥物人需要阮个回馈？因为我现在拍的是正面正向牌啦，那咱用飞燕公司的名义。甲一寡我甲一个公益团体合作，即个时间内底，咱就来去一寡孤儿院、甲养老院做一寡义诊的活动，替因免费洗头、免费脚头操。啊，想来做即寡代志嘞，就是咱顶上所有设计师甲助理，顶上即个月薪水甲公司的开销，都由飞燕公司来支付，至少顶上过当当一个月啦。而且安尼，会当引起媒体对咱的报道，无得开当改变，即嘛言论对咱不利的所在。做公益活动是真好啦，不过即嘛人对阮底上所讲的是剽窃创意，啊，这根本就是两行代志，要哪有关系？啊，对咱敢有帮助？对啊，啊，咱人客也无买来啊，啊，要搁歇一个月去义诊。这个没付钱，无效啦。哎呀，啊，这摆新闻吼，对咱吼实在太过不利啊啦。啊，若卡输观众一个月，敢会去予人讲做事倒去啊哈？我是感觉讲，恁拢有这款报道惊到啊啦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种新闻是因为一般观众爱听这种八卦，因才会写啦。啊，不过过几礼拜以后，因就失去兴趣啊！而且这个咱顶上也是个店先关起，这新闻记者因就了无新闻啦。咱继续做公益，用正面去面对，只要咱用心做，一定有好的风声啦。